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维摩诘经》这个入不二法门品第九。好，这一品呢，从头到尾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就是如何运用不二法门的智慧进行菩萨的修行。那么在佛学理论里面，菩萨的修行跟声闻辟支佛的修行最大的不同是，菩萨是上乘佛道，下化众生，就是自觉觉，自度度人。所以呢，在度人方面，也是菩萨成就的关键，不是也是，而是就是，或者说是才是菩萨成就他的智慧提升，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自己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同时呢，救度众生也成就，所以是提升自己的智慧的本质关键的角色任务。那这是这个菩萨跟声闻缘觉最大的差别所在。但是这一品呢，就是要讲菩萨呢，必须要有不二法门的智慧作为他修行的核心。那我刚讲大乘佛学就是菩萨道，原始佛教成就阿罗汉果位，阿罗汉果位在大乘佛学就是声闻辟支佛。那么两者的差别就是，自度度人的菩萨道行者和这个舍离欲望解脱痛苦的声闻辟支佛的差别。那既然成菩萨是以度人为核心的角色，那么请问般若智慧在度人中扮演的角色为何？它跟发菩提心的异同是怎么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理论上要思考的问题。发菩提心就是发大悲心，救度众生，自己上乘佛道，还要下化众生。而上乘佛道的方法就在下化众生当中，但是下化众生呢，就要有两种智慧，一种智慧就是不二法般若智，另外一种智慧呢，就是这个大悲心。但是般若智跟大悲心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这个问题要做一个讨论。只有真正的般若智、不二法门，才能让大悲心彻底落实。那关键就是这样把这两个观念结合起来，这就是本体和实相。因为有般若智，所以这个大悲心才能够彻底的落实。大悲心普遍对所有的众生，大悲心呢无止息，大悲心呢就是让众生获得最高的智慧，让众生获得最高的智慧，那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不二法门，还是一个般若智。因为一切的痛苦的关键来自于执着，来自于二分，所以众生一切的痛苦都来自于执着，来自于二分。大悲心就是要解除众生的痛苦，而众生之所以可以解除痛苦的关键在于众生也可以不二法门。般若智，他就不会有执着，不会造业，然后接受过去的业力，最后业力消减了，没有任何的痛苦，自己呢也获得了这个智慧，而这个智慧呢，再去协助其他的众生，也不二法门，也解脱执着，也没有痛苦，也获得智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般若智才能够落实真正的大悲心。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二因此行菩萨道菩萨救度众生，必须自己不断地进行般若智慧的这个前进、开发、演练、创作，必须自己不断进行般若智慧的生进、提升这样子。好，所以这一品就请所有的菩萨来讲如何开发般若智慧，那也就等于入不二法门。
啊，不二，只要是一就会是二。老子已经讲过，有物相生。啊，我们说这群人里面谁个子最高？那其他人都是矮冬瓜，已经二分了。谁最有钱？其他都是穷光蛋，已经二分了。啊，等等。所以一呢就是二分，所以不二啊就是依法不立，就等于是不二。因为一旦立了一，就会有非一的对立差别，那就等于是二。所以呢，做任何事啊，而不要有分别心，就是众生不进入迷惘执着的轮回的生命的历程的关键。所以所有的菩萨都来发言，来说明如何入不二法门。好，不过这一品呢，我就不打算细说了，因为二三十位菩萨说的不二法门，说到底，他理论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他从各种不同的名相来说，二分，然后不二分，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我们要详细解说这一品，就变成在很多名相上做介绍，那这样可以介绍很久，这样可以介绍到下学期。好，那这也不是我上课的兴趣，这样。那我对这些名相做细节的解释，那我也不是很有兴趣啊，所以我们就给他看过就好。那最后有一个重点，就是文殊师利怎么讲不二，然后维摩诘怎么讲不二，那我们就把这一品结束，那我们就进入下一品，下一品就非常有意思、有趣啊，是讲故事的，在故事里面说明了宇宙论，就是相机国啊。相机品，这样众香国，相机品，好，所以这一品接下来就是30几位菩萨不断的在讲如何运用般若智，也就是如何入不二法门。入不二法门跟运用般若智是同一件事情。般若就是空，空就是不起分别。啊，一切众生的痛苦来自于我执，我执就来自于分别心。所以不起分别心就是不二法，就是破除我执，进而破除痛苦的唯一道路、关键道路。好，我所为二啊，因有我故便有我所，无有我则无我所。我所就是所有我所变现执着出来的，我的拥有物等等，这样分而为二。那若无有我啊，则无我所。总之呢，这一品30几个菩萨讲的都是二分以后的概念，然后不去进行二分啊。那我刚刚说就不花时间在这里做细节的处理了。受不受为二，若法不受，那么不可得。因为不可得呢，那就没有后面的事情，所以呢就不受。垢跟净也是二，但是呢，你不要执着垢。你看到垢的时候呢，看到垢是因执着而有的，所以你不执着它，其实也就没事了。垢的实性本来就是啊，这个执着而有的，垢因而无净这样子。那不执着其实就是一个净的状态。好，垢跟净的二分也是啊，动念的二分也是，相无相的二分也是啊，菩萨心跟声闻心啊也是区分为二。从知识上当然有菩萨声闻，但是在修行的时候，因为是菩萨要修行啊，因为是般若智要修行，那所以呢，这个分别心不需要有。哎，说到这里，我再说明一下啊，声闻就是原始佛教苦集灭道八正道的修行而上来的成就的境界。因为知道有漏皆苦，所以呢，不漏，不漏就是无欲，无虑就是舍离欲望。只要舍离欲望，就可以得清净的生命。欲望完全停止，欲望完全不再作用啊，不在习性当中起作用。欲望的作用带来的业力也全部消灭干净，那就是业力完全解消，就是入涅槃，就成阿罗汉果位，成声闻圣啊。所以声闻呢，是以对治欲望、解脱欲望为修行的方法。那我们如果读42章经啊，中国的这个佛经42章经，它的路数就是这样，就是舍离欲望就可以了。那就是原始佛教修行的方式。欲望就是有欲望就会怎么样？就会执着。有欲望就是我要这个，我一定要这个，不要。
得不到会痛苦，所以痛苦是欲望的结果。好，有了欲望呢，就一定会执着。然后，但是被你执着的东西呢，是不可能永恒的。为什么不可能永恒呢？因为变来变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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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叫做无常。啊，那无常就是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就是所有的条件同时作用，所有的现象同时作用，所有的人都在动就对了。你没有办法算得准，这样子啊，下一秒钟这个人会走到哪里，那个人会走到，就像在街头游行一样，你算不准下一秒钟那个图形会变成怎么样，就是所有的都在动，所有的因缘条件都在作用，所以就是缘起这样子，所有的因缘条件都在作用，因此现象是什么呢？现象没有确定的意义，不必对现象采取确定的意义，它就是不断的缘起，然后会不断的互相影响，如此而已。那究竟眼前是个什么事儿呢？你不必去定位它是个什么事儿，所以就是缘起性空啊，这样进入到对般若的了解。所以般若智其实就是原始佛教的无明缘起啊，无明行色，名入住者，爱取有生，老死。到老死就是苦了，生命进入的这个欲望痛苦，欲望痛苦，欲望痛苦，生老病死的轮回的执着跟痛苦的历程里面。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解脱痛苦，解脱痛苦就是理解痛苦的原因来自于执着，执着背后就是欲望，所以原始佛教的功就是舍欲望，关键就是要破执着。那执着所对的现象身是无法被你永恒地掌握的，因为现象是不断的流动，不断的流动的现象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没有意义的，是你执着它，它才有意义。但这个意义是你执着才有，所以这个执着肯定是错误的执着，就是没有必要的执着。因此，那个意义的本身是空。所以，般若智其实就是有漏皆苦的这个命题的更抽象的普遍原理的上升。我要讲的就是这句话。好，就从原始佛教苦集灭道的苦观到大乘佛教，先什么般若学，然后唯识学，然后如来藏，啊，整个佛学史就这两个阶段：原始佛教、大乘佛学阶段。大乘佛学阶段呢，就三个阶段：般若学、唯识学、如来藏，这样子。哇，没声音。般若学啊，唯识学、如来藏。般若学就是讲空，讲空呢，就是对于有漏皆苦的命题的提升，提升到缘起性空。你明白了缘起性空，你就不会再执着了，不执着就不会因为求不得、爱别、怨憎会而有苦。这个执着背后就是欲望，所以原始佛教的五功就是舍离欲望，大乘佛教的五功就是不采取执着，就是这边所讲的般若法。所以任何的二分或任何的观念的提起或任何感受的提起，就是二分，后面就有一系列的业力轮回，所以破轮回、破业力、破无明，就是不执着，也就是不二法啊。菩萨心、声闻心，声闻心是怎么样修炼起来呢？舍离欲望。菩萨心是怎么样修炼起来的呢？不执着啊，不执着。同时，我协助别人不执着，这样度众。好，善不善为二，不起善不善，入不二，罪福为二。这个了解罪性，达罪性与福无异啊。达罪性就知道罪是你执着造业，而且是什么损人利己的恶，知道这是形成罪的原因，那就知道如何除罪，如何积福这样子。反之呢，也是一个不起二分，有漏无漏二分，有为无为二分。那我们维摩诘经后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啊，菩萨的修行。后面又有一品讲菩萨，菩萨的修行就是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这边有为无为，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不尽有为的意思是有为法你还是要做，无为法呢，这个是你最后的境界，但你现在不需要停留在那个境界。
简单来讲，就是声闻圣求一个入灭无为的境界，菩萨圣呢，菩萨行呢，求一个有为入世救度，但自己不住涅槃的修行境界。啊，所以不尽有为，就是不停止做功德的事情，不住无为，不停留在入涅槃的清净无为的境界。好了，有为无为也是一个二分，也不要二分，反正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切都无二分。哈，不二法门是获得，这就是不二法门，就是般若智慧，是菩萨智慧的这个实相的内涵。虽然有这个智慧实相的内涵，不表示你不对众生行救度之有所作为的功德行，还是会对众生做有所作为的功德行。大乘起信论就一心开二门，心真如会不可思议的功德不断的作用。啊，所以阿罗汉果位以上，自己已经没有烦恼的菩萨呢，还是继续救度众生，就是真如的作用，会创造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这个真如呢，啊，是不会没有的，体相用的是不会没有的。所以，菩萨道跟声闻阿罗汉果位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不断的对其他众生进行协助，其他众生解离痛苦、解舍离欲望、解消痛苦的救度行动。好，世处出世间世界观的区分为二，不要给它区分生死涅槃为二啊。原始佛教就追求入涅槃，入涅槃是什么意思呢？就自己没有痛苦。解脱业力都解了，这个境界好不好？好，这个境界应不应该追求？应该。这个境界是不是最后终极永恒的境界呢？问题出现在这里，这个境界不是终极永恒的境界。好，那我这个昨天前天在那个，哎，昨天早上不是前天啊，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啊？然后做了那么多事情了。啊，哎，我昨天早上在佛光山讲一个观念，就是那个。啊，维摩诘经当中的佛光山精神啊，佛光山事业当中的维摩诘经的精神。那维摩诘经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要行菩萨道，救度众生，才是成佛的途径。那我就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不是自己解脱烦恼就是成佛，而是要协助其他众生也解脱烦恼才是成佛？好，那关键就是每一个众生的存在跟每一个众生的国土是一体的，就我跟我的世界是一体的。但是我的世界里面不是只有我，还有其他的有情众生，所以其他有情众生跟我是一体的，这样。所以当我没有烦恼了以后呢，别人还有烦恼，我的世界就还是不圆满。所以必须让其他的众生不为恶、不执着、不造业、不受苦，都智慧，我的世界才是圆满。在这个意义下呢，所以我必须行救度众生来圆满我的世界，就是清净我的国土。这样，那这是菩萨道，也是真正成佛之道。啊，不过成佛了以后呢，这个国土的众生都清净了以后呢，持其品位，还有别的国土。所以你觉得事情完了，你就完了；你觉得事情没完，你就再到别的国土去继续去救度众生。像每天都有事干这样，啊，永远有事做，不会，永远不会真正的入涅槃。所以，讲到这个大乘大义章的时候，鸠摩罗什就明确的讲，涅槃这个概念，浮动的，不固定的，没有固定说什么状态下叫做涅槃。啊，佛没事干吗？阿罗汉可以没事干，佛不会没事干，没事干的佛才是真正的入涅槃。所以入涅槃并不是静静的坐在那里，玄冥之境，反而是继续的。或者是化现世界，或者是救度众生，或者是陪伴众生等等，啊，所以很多概念哈，在后面更高的境界以后，这些概念的本来的意思又必须被打破，但是不表示从知识的进入认识的时候，原来这些概念是无效的，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好，进不进啊？我刚才讲了，不进有为，不住无为，这样子，唯二把它。解消我无我为二，解消名无名为二，解消色色空为二，解消四种意
啊，空总意是地水火风四大，地水火风跟空啊，这个区别也必进行。啊，眼跟眼所看到的色为二，也不必区分。布施以后，你的功德回向一切智，布施然后功德回向，这个二分也不必建立。这样子，好，空是无相呢，还是空是无作呢？这个二分也不需要。佛法僧啊，这个佛法或者是僧，这个三分哈，也是一种二分，那也是没有必要的。生生灭，生灭就是入涅槃的意思啊，二分不需要。身口意啊，这个也是三分，也是二分，分也是不必要的。福行罪行不动行为二，区分是不必要的。啊，这个从我起二啊，见我实相者不起二，这也是二分，这也是不必要的。有所得相啊，无所得则无所取。好，这些这个细讲下去都很抽象，我觉得这种抽象就不要再花力气在这里讲，因为名相的问题啊，名与暗为二，不要。乐涅槃不乐世间，又区分为二，这个也不要做这个区分。正道邪道也不做这个区分，时不时不做这个区分。好了，所以就是入不二法门，就是一法不立啦。入不二法门就是一法不立，一法不立就是不要有所执着。虽然不有所执着，但是什么？不净有为，不住无为。虽然无所执着，但不是就停留在哪，而是不断的做有为法的事情。啊，但什么事情是有为法呢？你看到了，该做就做，做完就放下，就这样，不要一直执着它。啊，所以不断的做不可思议的功德，但是呢，随做随扫，随做随放，随说随扫，这是般若智的作用。好了，大家都如是诸菩萨，个个说已，就问文殊师利，啊，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那菩萨入不二法门，你自己也说说吧。啊，我们大家都说了，这样，文殊师利就说了啊，比较更关键。如果译者如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事，离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讲话就对了，啊，不是说回答不二分，连提问也不必提了，就停止在那个地方。只要什么呢？只要观察，以及做你该做的事情，就是观察缘起，随顺缘起做你该做的事情。啊，因为没有疑惑嘛，所以不必提问，也不必回答，也不必解说。好，文殊师利回答完了以后呢，那就问这个维摩诘居士啊，我们都说完了，你也应该说说吧，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维摩诘就停了3个小时不讲话，那我们不能停3小时，我们停3秒钟就好。啊，维摩诘还是没讲话，文殊师利就说：“对，善哉善哉，根本就连讲都不讲，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什么意思呢？他现在在这个状态当中，文殊师利只是说这个状态，维摩诘就在这个状态，这就是什么？直接演练，啊。直接演变，所以禅宗很厉害，就在于很多弟子问师父的问题，师父是什么？直接演变，而不是再给一个答案啊。那我们做哲学的，一定讲一堆理论，然后给一个答案，这样子。好，那如果是搞政治的呢？你不讲那么多理论，就直接做一件事情，就处理那个问题。那禅宗也是这样，师父就直接做一件事情，或者是赏他一耳光的。或者问他肚子饿不饿啊？饿啊，去吃饭吧。吃饭了没有？吃完了，去洗碗吧。就是把他从这个情境带到另外一个情境。这个情境问的这个问题不必问。啊，你问什么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有疑惑，有疑惑就是你在意这个问题。有答案没答案，so what？你不在意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就不是个问题。各位同学，你长得漂不漂亮啊？我还没有人理我，但是你们都不在意这个问题，这样很好，你超越了这个问题，啊，就想半天干嘛呢？所以就不必进入这个状态，
所以禅师就当弟子问他问题的时候呢，就问他那个饭吃完了没？吃完了，吃完就去洗碗。他从有佛性还是没佛性，有实相还是无实相，啊，有业力还是没有业力，有功德还是没有功德。众生最喜欢问有没有功德啊？有多少功德？从这些情境把你拉开，啊，利用另外一个操作把你拉开，这样子。维摩诘就是直接在操作的状态，啊，这境界展现，甚至不是境界哲学，明白吗？但这也是境界哲学，就直接做境界展现。好，说是入不二法门品时，这个法门品谁说的呢？文殊师利以及其他三十几位菩萨，加上维摩诘居士，大家一起来说。其中维摩诘居士是一句话没说，用眼。好，大家说完了以后呢，有5000菩萨入不二法门，得无生法忍。啊，就知道怎么操作这个般若智。好，这一品啊，名相太多，我不想花那个时间，我们就给它过去。下一品就很简单，香积佛品，众香国有佛名香积。我记得我这个，最早去华梵大学哈，教课的时候，那暑假嘛，那学校就办法会了，法会就说，香积厨，香积厨，意思就是吃饭的地方这样，啊，有人负责香积厨这样，香积厨，香积厨，厨房的厨了，然后去吃饭这样。哦，原来香积这个名词就是在维摩诘经，哦，它，哎，就它这东西很好吃这样子，而且一吃就开悟。我们待会可以讨论一下，东西一吃就开悟，那这不是跟那个仙果一样吗？仙桃一样吗？哦，秦始皇就想求仙桃嘛，吃了以后长生不死。那香积厨的食物吃了以后，境界会提升一个等级。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待会可以讨论一下这个理论上的问题。我最喜欢讨论这种理论上的问题，就是书里面没写，好，经文里面没写，经文里面只告诉我们众香国有香积佛啊，佛跟菩萨吃的东西呢拿来分哦，分给大家，怎么吃也吃不完，然后每个人吃了以后呢，都智慧大开，境界提升，这样，所以这是一品宇宙论意味非常浓厚的啊一品经文。好，香积品又从舍利佛开，舍利佛在维摩诘经里面哈，啊，扮演一个比较倒霉的角色，啊，舍利佛一想怎么没有位置坐，就被训了一顿这样。什么？舍利佛又一想肚子饿了，又被训了一顿。啊，我们要替舍利佛呢开脱一下，这就像庄子那个文学的笔法，每次拿什么拿孔老夫子来开玩笑一下。那舍利佛不至于如此，好，就算如此也无所谓了啊，舍利佛也不会介意，人家是声闻圣啊，大菩萨。舍利佛心想，哎，快要中午了，这样吃饭的时间快到了，这些菩萨怎么吃饭呢？大家都饿了，讲了这么久的话，这样子。维摩诘知其意而语言，佛说八解脱啊，啊，解脱了很多东西。八类，那你来这边学佛，你是要学杂欲识而闻法吗？你是要学那个怎么吃东西吗？啊，你这么关心吃东西的问题吗？吃了东西才能够学到佛法吗？那其实当然不是的啊，就是反正就是一个气子啊，一个引子，好吧？如果你真的想吃，且待须臾，当令汝得未曾吃过的食物，这样。这个时候维摩诘就自己进入禅定的状态，其实就是发神通啊，以神通力示诸大众，让大家看。好，大家你们现在抬头看，上方界分过42恒河沙国土，往上看啊，这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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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
果然大家都看到，因为他神通让大家看到。那实际上有没有那个地方，有没有他要让大家看到的这个世界呢？有国民众乡呢？有啊，但是大家看不见，因为没有那个神通。大家有感官知觉的能力，但这个感官知觉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要打开这个感官知觉能力，才能够达到更高的境界，看到那么远地方的佛土啊，不然用那个高倍数望远镜可能也是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发明科技的话，啊，或者发明科技望远镜可以看到人类死亡，那个灵魂脱体的，那这一切就不需要再谈得这么抽象了，就活生生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因为看不到，可是实际上是有，所以必须透过神通啊。所以维摩诘居士他是一个神通很强的游戏三昧的大号的大菩萨，透过他的神通，让大家都能够看到众香国每一个国土有一个佛，佛号相机。啊，这个国土的特色就是什么东西都是香料做成的，什么东西都是香，而他们修行成菩萨、成佛的方式呢，就是闻香、持香，就能成菩萨，就能成佛。哦，这个福报实在是太好了。好，近现在，他现在就在那个地方，这个国家充满了香气，啊，比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为第一。这个许许多多的国土，佛教的世界观是。许许多多的国土，此起彼灭；许许多多的国土，啊，十方诸佛世界，那些世界里面的有情众生，人呐、啊，或者是天，他们所拥有的香味里面，它是最香的。第一，彼土无有声闻辟支佛，啊，这个唯有清净大菩萨颂众佛为他们说法，他们只有直接行菩萨道的修行者。没有说自己觉得生命怎么那么苦啊，生老病死之苦，因此要先想到解脱自己的痛苦，从而成就了声闻辟支佛，这样子啊，这个而是直接行菩萨道时，所以佛为他大家说法呢，就是说大圣佛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阁楼就是香料、香木板，金型香地，院园皆香。大家在那边走路经行的时候，所踩到的地板、所经过的这个房间什么的、园林什么的，都是香木香料。他们吃的东西呢，啊，也是很香。这个香气会周流十方无量世界。时彼佛那个时候，维摩诘去让大家看的时候，舍利弗肚子饿了，心念一动，哎，可不可以吃饭？维摩诘居士就让大家一看，他们也正在吃饭。时彼佛与诸菩萨方共坐食，啊，才一起坐下来准备要吃东西。那个世界的天人，啊，他们名号也叫做香眼，他们呢？也发心要供养佛和诸菩萨，这样子，所以准备食物给佛跟诸菩萨享用。这一幕，在维摩诘居士的房间里面的，现在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大家必须拿一个电子计算机才能计算，因为前面就来了很多，待会还会来更多，啊，就很多很多。大家抬头一看，四十二恒河沙。的佛土那么远的距离，就看到他们正在用餐。好，文摩诘就跟大家讲：“诸位啊，诸仁者，有没有人能够啊去跟那一个香积佛请一些食物来给我？”前面不是吗？舍利弗肚子饿了，文摩诘就说：“你想吃饭哦？你在求法还是吃饭？好了好了，你想吃饭没关系。”啊，我等一下给你吃你从来没有吃过的饭。神通灵动，大家往天上一看，
看到香积佛跟菩萨准备用餐，所以我问大家，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去跟他请一些食物来呢，给我们享用呢？好，结果啊，以文殊师利威神力故，衔接莫然。好，各位同学，其实我对这种句子都很有兴趣，就是不见得没有人有能力去，可是呢，有文殊师利这么境界高的大菩萨，佛陀座前最重要的大菩萨这个之一，谁好意思这边举手我，明白吗？又不是幼稚园小学生吵来吵去，这个大家都很有规矩嘛，很有礼貌，都是修行者，就不会没有秩序这样子，所以没有人敢说我。维摩诘就故意说：“人此大众，吾乃可耻，竟然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文殊师利说：“如佛我所言，不轻未学啊，不要这样讲啊，不要轻视这些菩萨。那他们也许是有能力的，只是一时不明白您的用意是什么，所以不然不敢贸然举手啊，又不是参加那个胡瓜的综艺节目这样啊，举手，我这样。”不是闹着玩的。好，不过这段文字呢，也让我体会到啊，就是这个在很有正量的老师面前，一干学生还是点少讲话为妙，这样子啊。王阳明的学生基本上一开口就被骂。我有一篇文章写王阳明如何教育他的学生，这学生怎么开口，他立刻就发现学生的问题，都会被骂。陆象山的学生也常常被骂。各位同学，我们之前不是读《论语》吗？孔子会骂他的学生呢？会啊。平常教学的时候，宰予骤起啊，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这样啊。还有冉求怎么样，魏济是怎么样？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啊，这样。然后他们下了朝回家，回到家里，孔子问了一声：“今天怎么会来这么晚呢？”哎，有事有事。哪有什么事啊？有事我一定会知道啊。就是什么狗屁叨叨的事嘛，所以孔子不太高兴。你在谈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碰到有威严的老师哈，真的学生要小心，不要随便讲话、乱举手这样子。好，维摩诘呢就说大家怎么这么可耻啊？没有人敢举手啊。那文殊师利呢替大家解套，不要这么说。维摩诘居士呢，其实本来就是他准备要幻化一座大戏给大家看啊，所以现在他就幻化了。维摩诘不起于坐，就还是坐在他的地方。各位还记得维摩诘坐在什么东西上面吗？床铺，他那生病床，坐在床铺啊。其他人是坐什么？狮子座，有没有？好多菩萨坐在狮子座上。居众会前，在大家的面前哦，怎么样用神通幻化一尊菩萨出来，化出一个活生生的菩萨，在道教神仙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就可以怎么样分身千百的啊，用道教的术语就分身了，弄一个分身出来。那佛教就有一个化身菩萨，化身也可以说是异圣身啊，法身、报身、化身、法身、报身、化身。各位呢，你现在你的人就是你的报身，你的智慧就是你的法身啊，那你能够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你的化身。哎，我觉得我也可以说我的论文是我的化身，对吧？或你发一封 email 出去，那也是你的化身，那是你化现出来的，啊，都是维摩诘就化了一个菩萨出来，这是神通。好，这个相好光明，威德殊胜，必于众会。维摩诘本来是什么？城里的一个老头，一堆人都是佛的弟子，甚至这个。还有跟文殊师利菩萨来的许多的菩萨，结果维摩诘一化出他自己的菩萨
怎么样？并众会，哇，这会场上所有其他的菩萨，没有人像他那么样的相好、庄严、光明、亮丽啊，能力强等等。维摩诘就自己跟自己的化身讲：“你给我听好啊，如往上方啊的那个世界，在多少多少距离远的地方的那个佛土，去那个众香国，找到那个香积佛，他正在跟他的菩萨一起用餐。你去他那个地方啊，告诉他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些话，就是维摩诘，我向你顶礼啊，在你足下向你顶礼。”致敬无量，非常的恭敬。我向你问好，你的日常生活起居啊，是否少病少恼，而且呢，精力充沛，气力安稳啊，是不是能够这样子啊？其实就是祝福他这样子。讲完以后就是说，希望能够您用餐剩下的一些食物呢，让我拿到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国土。那。释迦牟尼佛的国土，其实这一瓶要讲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的国土的众生是很难度的，但是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些国土啊的众生呢是清净，境界很高的。众香国的国土就是一群境界很高的众生，在哪里？但是呢，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呢，却一群难以度化的众生。但虽然难以度化，释迦牟尼佛愿意来此度化，并且有很多菩萨协助释迦牟尼佛在此度化，并且这许许多多的菩萨在这个世界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们一辈子的功德呢，会大于其他的国土的菩萨更长时间的功德。那所以一切都是公平的，一切都是公平。这样要说明娑婆世界的众生难以度化。其他有一些世界的国土的众生呢，是很容易度化，境界很高的。当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好，令此乐小法者得弘大道，就是娑婆世界的这些有情众生。喜欢小法，那什么是小法呢？就一本万利啊，永生不死啊，钱多事少离家近啊，就小确幸的意思。哎，对，就小确幸，就相对于他们的观念，你这就是小确幸。喜欢小确幸的众生，能够获得最高的智慧，也能够使香积佛如来您的名声呢，在娑婆世界为众人所知啊。这个时候，这个化菩萨就是维摩诘居士自己化作的菩萨。所以我一开始就说，维摩诘居士他才不是人，不话不能这样讲。其实每个人都是人，连佛也是人啊。以前佛教讲佛就是人，但是每一个人呢，本来是佛。然后有些人呢，已经修行到菩萨的境界，但是呢，甘愿入三界，入六道，成为人一生的经历啊，展现他的正量，让有情众生、人类知道学习的典范。所以维摩诘居士虽然是人身居士身，他已经是那个很高境界的菩萨了，所以他才可能有这样的神通。化现出一个自己的化身，这个化身菩萨呢，就急于会前，在大众面前向上一直升升升升升，举重皆见啊！大家都看到了，他到了那个众相界啊，大家都看到了那个投影的画面，都看到他上去了，离彼佛祖，而且又说了一遍刚才维摩诘居士交代他说的话啊。非常的这个就非常清楚，话讲得很清楚。各位同学，做外交工作哈，话要能够讲得清楚，这样子。《论语》里面就讲：“宋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记得吗？虽多一席一位，叫你去做外交工作，你没有办法
好好的讲。更何况维摩诘居士已经交代，你就照着我讲的话一句一句的讲就好。各位同学，一句一句的讲，在庄子里面啊，就说做外交工作最安全的就是一句一句的讲，你不要多讲，多讲是麻烦，会被杀头。这里头没有那个问题啊，没有那个问题。好，总之呢，化菩萨照讲啦，维摩诘，稽首世尊足下，智尽无量，问讯起居，少病少恼，气力安步，愿得世尊所识之语，欲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乐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来名声普问。他讲完以后啊，那个地方的那一些菩萨们，比丘大士，见到这个化身的菩萨，哇，他怎么那么相好庄严，那么明亮，声音洪亮，那么样的气定神闲，充满信心的。各位同学，你如果突然碰到一个大人，你会有点害怕，不敢在他面前讲话，讲话会有点发抖。要晓得，化菩萨见到谁，他是跟谁讲话？相机佛啊，相机佛是佛，跟释迦牟尼佛同等地位的佛，相机佛，他是跟相机佛讲话。好，世尊，这位世尊是相机佛，另外一个世界的众香国的佛，名相机佛，是跟佛讲话。所以他竟然这么样的稳定，没有怯场，声音这么清楚，还有肢体语言充满了自信，这样子。好，各位人应该会看肢体语言嘛，有时候人家讲话的时候，一定要肩膀左右晃动一下，然后才开始讲话，就比方说接下来我所有讲的都是骗你的，肩膀要晃动一下，这样。他完全没有这些很稳定的肢体语言，所以那个地方的菩萨一看，哇，叹谓曾有，这个人从哪里来的？这位上人从何所来？这个，当然他知道他是从娑婆世界来的。娑婆世界为在何许啊？在什么地方呢？他为什么说娑婆世界是乐小法者？就问他们的佛。他们的世尊相机佛就告诉这些大士菩萨说，下面下面下面，因为刚刚是上面嘛，下面下面下面，42下方度无42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号释迦牟尼。所以各位同学，佛学的世界观里面，不是只有一个国土，不是只有一个佛啊，有很多个国土，有很多个佛。今现在于五浊恶世啊，那里头有五浊恶世，为乐小法众生敷衍道教啊，这不是中国的道教，就是智慧的教化。彼有菩萨名维摩诘，住不可思议解脱，就是他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相当高的一个境界啊，大概就是九地十地菩萨的境界。为诸菩萨说法，娑婆世界有佛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娑婆世界有许多乐小法众生。什么是乐小法众生呢？就喜欢小确幸这样子。然后呢，有一个维摩诘居士呢，他境界很高，在那里为诸菩萨说法，故遣化来称扬我们，并赞子徒，令彼菩萨增益功德。他派了他的化身来，来称赞我，然后呢，希望呢，我们给他一些协助，帮助他那个世界的众生菩萨获得一些功德，这样子。好，这个相机佛讲完，众香国的菩萨就说：“哇，维摩诘居士的化身菩萨。”其人如何如，乃作是化。他怎么能够化现出这么好的菩萨？
得力无畏啊，他有很好的功德，很好的气质，很好的法相，在世尊面前讲话丝毫没有怯懦畏惧的现象，神足若斯啊，而且神足通一下就过来了啊，就叫神足通，神通里面的一种神通，神足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啊？怎么能够化作这样的一个菩萨？这样，这个无畏是一个很棒的境界。然后呢，有一些人呢，在有一些场合就很厉害的，但是在有一些场合就说不出话来。我觉得他没有碰到那些真正厉害的场合，然后不厉害的场合，有些人很厉害。但那个不厉害的场合很厉害的一点都很厉害，真正厉害的场合他也到不了，真正到了厉害的场合呢，不知道说什么，他不认识，无法认识那个世界。真正厉害场合的状态下，可以心平气和地讲话的人，才是真正厉害的人啊！现在这位化身菩萨就是这样，所以当地的菩萨就非常赞叹。好，各位同学，其实这也是要说明一个什么？娑婆世界啊，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虽然是相对于别的美好的世界是五浊如是，但能够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成佛的菩萨们，真正在这里所获得的正量的境界，却会高于那些美好的国土的众生的境界。维摩诘居士就是这个代表，境界是更高，让人家是非常的赞叹的。佛，这个佛是相机佛，对，很大啊，他的境界很高，这个功德很大，一切十方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有能力派他的化身前往接前化往，施作佛事啊，饶益众生，去在那边呢救度众生，或者去那边请那边的菩萨佛来协助我救度这边的众生啊，应该是都有了啊，都有。好，所以相机佛呢，就是相机如来把这位化身菩萨夸奖了一番，然后就答应他，相机如来以众香钵啊，就是拿了很多个锅碗瓢盆，里面装了很多好吃的食物，盛满香饭与化菩萨，拿给化菩萨让他带去。结果这一下，各位同学以后啊，如果你们喜欢凑热闹，看到这一段就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连菩萨都喜欢凑热闹，而且喜欢凑热闹的菩萨有900万。不过请注意，就是那个热闹值不值得凑，如果对你智慧增长有帮助，你去凑那个热闹，那不叫凑热闹，那就是参与学习。那如果境界比你低，那对你的学习没有帮助，那个场合有必要去吗？那就浪费时间。现在啊，900万菩萨看到了一个比他们更亮丽的菩萨，然后呢又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土去见另外一位佛陀。各位同学，菩萨最可爱的是什么？有两点。第一点，哪里有众生需要救度，他就是救度。像我要讲的是第二点，哪里有可以学习的，我就要去，因为那里有维摩诘居士，他的化菩萨都比我们厉害，让我们赞叹不已。那维摩诘居士本尊呢？还有维摩诘居士为他说法啊的那一位佛，释迦牟尼佛，他也有更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哎，我就非常感谢我之前好好的那个读了这个大圣大义，然后并且好好做了解释，我现在讲的这些那里面都已经处理过。菩萨就是要怎么样，遍学，不断的学习，遍学。你说众香国的菩萨在相机佛这里
学的难道不够高明吗？闻个香就能够境界提升啊，修行蛮容易的这样。不过当然也必须说明他们的早就福报很高了。听说有五浊恶世，释迦牟尼佛啊，娑婆世界，然后维摩诘居士这么厉害，来帮助他教化那个地方的众生，所以他们就想来学。维摩诘居士就是想要借由香积佛的香积饭、香积食来教化娑婆世界的众生。那娑婆世界众生如何得法呢？如何得意呢？这些众香国菩萨想要来看，想要来学习。好，比九百万菩萨俱发声言，我欲益娑婆世界啊，我也要去那里供养释迦牟尼佛，供养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礼敬佛，并欲见维摩诘等诸菩萨众。佛言，这个佛是谁啊？香积佛啊。行，可以，你们去吧。啊，摄汝身香，无令彼诸众生起惑着心。同意你们去，光同意这件事情就有可以学习的。还没去之前就要先交代，就有要先可以学习的。你们这么香啊，当然要让你香死人家了。香死人家不打紧，会让人家害羞，会让人家产生距离感。这样，所以呢，要收摄一下我们自己的身香。当舍汝本行，啊，维摩诘居士的化身菩萨，绝对是太漂亮的境界，高于这边菩萨的境界。但这边菩萨的境界呢，本来就是非常高明的境界，所以呢，当舍汝本行，所以。有钱人衣服穿朴素一点啊，会让人家比较喜欢的。他已经太美了，又更美，有宇宙无敌超美，人家就反而不想赞叹他了。所以要舍汝本行，吾使彼国求菩萨者而自彼耻，觉得自己真的是自惭形秽。不过各位同学，有必要觉得自己自惭形秽吗？啊？中国哲学家有一位哲学家永远不会自惭形秽，谁？孟子啊，哦，孟子不是不会自惭形秽，孟子是自觉非常的良好，不会自惭形秽就是装，永远自在，因为他做自己，哦，从不跟人比，不用社会体制的标准评价，永远不会。行贵啊，孟子自我感觉过于良好，而且要指责别人不爱国君啊，还有闻诸一夫咒这样子，还有望之不是人君哈，跟孟子在一起蛮痛苦的，跟庄子在一起比较舒服这样啊，所以香积佛提醒，不要让人家觉得自己的形貌太丑陋啦。所以你们这么美好庄严的外表形象呢，要收敛一些。又汝于彼，你们去那个地方以后呢，莫怀轻贱而作爱想。如果你轻贱他们的境界的话，啊，会妨碍他们修行，而且也是障碍自己的修行。这样，为什么呢？啊，这为什么不是说明，就是说这样为什么会障碍他？而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子。那虽然我们现在形象比较好，但是众香国的菩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太好了，自己过的生活啊，天堂般的生活。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有很多污秽的，是秽土。但是呢，虽然是秽土，根本而言，净土跟秽土也是二分的，所以不要有所区分。十方国土皆如虚空，诸佛未欲化诸乐小法者，啊，不尽现其清净土耳。这样子，这些乐小法者
他其实会拒绝太好的东西，因为对他来说反而是不真实的，他没有这个想法。现在呢，这个乐小法呢，就要先满足他的乐小法，这样才能够把它提升起来，然后再给他更清净的境界。他现在要的还没有得到，他要的就是明天放假不要上学。你要他去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在家读，在家视讯教学就好，更不用上学。他现在才大一，他关心的只是明天可不可以不要上学。你跟他讲说，你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呢，在家里讲课就好，没有用，没有用，这样。所以你先满足他，明天不用上学，但是在家里辅导功课这样子。所以乐小法者不尽现其清净土，因为这不当机不对机，不对机。所以你给他太好的其实是没有用的。他想吃一个饼干，就你给他最好吃的食物，他现在并没有想要，因为他不知道那个东西有多好。话菩萨，这相继佛交代完了哈，发菩萨就起身了，带着好几碗的食物美食，跟900万的菩萨一起，借由佛的威神及维摩诘力，怎么样？就是一下子神足通，彼彼世界忽然不见，须臾之间至维摩诘室。请注意哦，他们先到维摩诘居士的那个小房间。然后他们还要去什么？佛陀讲法的地方，所以这有好几段先在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里面已经很多人，还有一个谁？文殊师利在那里还已经有娑婆世界附近的菩萨，还有什么一些天人，就是神还有人间的佛陀的大弟子，还有人间的一些长者在那里。维摩诘知道他们来了，就他们来了900万嘛，就又画出900万的狮子座，就是非常好的座椅，跟前面一样的好，让900万菩萨坐在上面啊。总之呢，那个房间呢还是坐得下就对，所以那是一个奇异的空间。那不过在佛教的世界观里面，空间跟时间本来就是幻化的，幻化，到底幻化什么意思？我们这种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说说而已，真的没有办法理解。好，是化菩萨，这位化菩萨就拿了满钵的香饭给维摩诘，这样，这个饭的香味呢散出去了，熏了毗耶离城以及以这个城为中心的周边的3000大千世界，周围好多有情众生都闻到了这个香味。时毗耶离婆罗门居士等那些印度的婆罗门地位比较高的，闻到这些香气呢，觉得非常的愉快，叫叹味成友就好像喝了这个20年的陈年高粱一样，非常的愉快的。我怎么讲到哪里去了？举例啦，就这个意思觉得非常的愉快，叹味成友。这里头的长者长者主月盖就率领84000人，又来了84000人来入维摩诘室，这样见其室中菩萨甚多，而这些菩萨呢都坐在那么好的这个椅子上，能够一时跟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在一起，他们心里头都非常的高兴。并且呢，跟这些菩萨还有佛陀的大弟子们都行礼但是他们很有礼貌，怎么样？然后就靠到旁边站，却住面，因为他们是什么？来看戏他们是来看人家吃饭的，但是待会可能也可以分到一些，他们在看戏的，所以他们站到旁边，很有礼貌。不只是人来了，土地公地神、虚空神、城隍爷什么的，欲界、色界、诸天神，闻此香气，一皆来入维摩诘室。所以香味是可以沟通无形界的，
啊，香味是可以沟通无形界。好，维摩诘与舍利佛等诸大声闻，啊，就是修行原始佛教的教法，啊，得到阿罗汉果位的这些声闻圣的圣者，诸位，你们可以食用如来甘露味饭。这个如来呢，是香积如来给的啊，大悲所心所熏，他的智慧、他的功德而制作出来的食物啊，是他让这个化身菩萨带来给我们食用的。食用的时候，无以现意食之啊。你不要想这个食物啊，怎么样怎么样，你都不用去想，你想的都想不到就对，你想的都想的不对就对，啊，你这样乱想乱想呢，反而不容易消化，不消化呢，你的法意就得不到，所以你要，就是也要不起二法，啊，不二法呢，然后就是直接饮用就对了。这个时候呢，就有声闻圣的这个境界的高人，他就动了一个念头，你这才这几碗这么多人哈，怎么够吃呢？这么少人这么多，每个人都吃得到吗？根本不可能的事嘛。化菩萨已经意识到了，不要用声闻这个境界的渺小的能力啊境界来衡量。如来佛相机如来相机佛，他的无以限量的福慧，他给我的这些饭啊，你不要看他外表形象是这一点，其实呢，它的量是无限的大，四海都干枯了，这个饭还是吃不完。让所有的人来吃，那这个需要吃的量哈，把它揉一揉，像须弥山那么大。就算吃了这么多，这几碗饭里面的饭还是还没吃完，乃至吃了一节，吃了这么久，这几碗食物饭里面的食物还是没吃完。啊，为什么这些食物量有这么大呢？因为它是大功德。所这个成就的这个食物，无尽的、没有限制的，很多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功德具足啊的菩萨修行成就之后所获得的供养，所以这个食物本身也充满了神通，所食之余啊，终不可尽啊，所以他们所食用的食物。这个食物本身的量没有限定，于是这几钵的饭，把所有的来到这个维摩诘居士里面的，不管是人还是神、地神、天神啊，还是菩萨等等，全部吃饱了。结果呢，确实还没吃完。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各位同学，境界最高的是菩萨，其次是天人，其次是声闻，啊，其次是天人，这样明白吗？天人在三界内，六道内，声闻已经超三界了，那菩萨呢？超三界又入三界，入六道，救度众生，这样，所以菩萨境界最高，其次是声闻，其次是天人，当然还包括人。好，食此饭者，深谙快乐啊，这种感觉呢，就像。一切乐庄严国诸菩萨，也就像其他的这些好的国度国家的这个菩萨们一样，诸毛孔吃了以后，他们自己的毛孔会呼吸啊，出妙香啊，亦如众香国土诸树之香，这样就好像这个众香国那个国土。啊，所有的树木散发出来的香味一样，它反正就在那个世界里头制造的食物，然后这个食物呢，都是菩萨
制造都是菩萨食用，所以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吃了以后，大家身体都发香啊！吃了以后呢，这个身安快乐。好，有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尔时，维摩诘问众香菩萨啊，好，精彩的来了，不是只是光吃而已，吃呢也只是一个弃子啊，要让娑婆世界的声闻圣行者行菩萨道，修行智慧，打开声闻圣行者的智慧法门，开启他们对于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的认识。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呢，包括对众香国这个世界的认识啊。所以呢，要想要知道众香国的佛，香积佛以何说法？所以它会有不一样的说法的内涵。那么，这个国土的这个菩萨就说了：“我们那个地方的如来啊，无文字说，但以众香令诸天人得入律行。光是生活在香料、香木啊、香草、香花的世界里面，我们闻这个香，自然就进入了修行者的生活。菩萨个个坐香树下，闻思妙香，即获一切得偿三昧，就获得了一切佛法所需要的智慧。这样子啊，譬如说，各位同学进入了一个空间，那个空间呢，就是所有的材质都是最高级的材质，最舒服的，哎，非常非常的舒服，空气也好，阳光也好，啊，椅子也好，桌子也好，电脑也好，书本也好，反正水也好，食物，什么都好，那么好的环境里面，你只想好好的学习智慧，你不会想任何狗屁叨叨的事情啊。所以这些菩萨在那里啊，闻思妙香，即获一切得障三昧，得到这些禅定的境界的三昧者呢，菩萨所有功德悉皆具足。他那边很快的就净化了生命的境界。如果让他们离开那个世界到别的世界的话，都能够准确的行菩萨道行，比诸菩萨好。所以呢，这个重点不是讲香积国哈，不做一个对比。好，香积国的这个众香国的香积佛是用这个方式来说法教化。所以那边的菩萨又问：“哎，那释迦牟尼佛啊，以何说法？”那么这个你们这个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他是怎么说法的呢？好，这就对比出了娑婆世界的众生样态跟众香国的众生样态是不一样的啊。各位，这样听起来，众香国有没有比阿弥陀佛的净土还要更厉害？好像更厉害啊。好像更厉害，都是菩萨在那里这样子。好，那他们就想问，那娑婆世界是怎么样的？好，各位，我先讲结论哈。结论就是，娑婆世界众生冥顽不灵，十分难度。娑婆世界的行菩萨道的行者，在娑婆世界一辈子修行所得的境界，大过于在其他国土的菩萨好几辈子修行所得的境界。要讲的是这个结论，这样子。那什么是菩萨行者呢？自觉觉人，自度度人，也就是什么？透过跟众生的结缘互动，提升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改善世界，美化世界。其实要讲的观点就是这样。因为维摩诘经就是什么？菩萨道 VS 声闻圣，声闻圣呢就自度。啊，所以前面这个大迦叶才说啊，我们已经没有机会了啊，因为我们已经这个入了阿罗汉的果位了，所以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学习了，这样就觉得非常的难过，走错路了，不应该走声闻的路，应该要走菩萨道行者
修行的路。但是菩萨道行者，娑婆世界的菩萨道行者面对的是什么？此土众生刚强难化，佛未说刚强之语，也以调伏之啊。对，这个世界呢是个很糟糕的世界。好，各位同学，弟子品一开始，维摩诘居士跟佛陀的弟子讲啊，就佛陀的弟子碰到啊阿那律嘛，碰到有人犯了戒来问怎么办呢，阿那律就告诉他这样那样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维摩诘居士才跟他讲说不要再跟他讲这些了，直接告诉他智慧就好，解脱他的，这样才能够永恒地解脱他的恶业，不再犯恶业，不是去告诉他啊和比例的惩罚。所以呢那个业报的观念不用再讲了，直接告诉他不二法门开智慧的修行的方法。所以是什么大不大啊的修行方法。但是请注意，那是大菩萨的修行方法。啊，现在维摩诘居士告诉别人说，我们这个国土的佛所说出来的佛法面对的对象是执着啊、顽强顽劣的众生，面对这些难以教化的众生，必须告诉他们严苛的因果业报，反而必须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维摩诘经呢讲话的对象全部都是利根器的上，对于乐小法者啊，对于刚强顽劣的众生呢，其实你必须讲现在接下来要讲的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原始佛教讲的东西，恶有恶报。好，地狱、畜生、恶鬼啊，诸难处，这些有好几种没有办法成佛的，他在那个状态下没有办法成佛啊。愚人这样子，地狱、恶鬼、畜生，还有愚笨的啊，人天阿修愚昧的人。所以维摩诘经啊里面的做法修行的方法，恐怕只有立根器的人类啊才能够听闻得懂受用而且执行。后面还会讲有一些人固然有机会听闻佛法，但是听懂了一经之后呢会拒绝再听到新的经典，因为新的经典又开发了更大的世界的理想的空间，所以会拒绝学习新的经典啊。所以呢一定是立根器才能够通透无碍了解维摩诘经所说的，不然这边所讲要跟前面有所矛盾的啊。好，是生邪行，是生邪行报，邪行邪行报啊，口邪行口邪行报，意邪行意邪行报，杀生杀生报，这是什么因果业报。那前面弟子品不是要破这些吗？菩萨品不是要破这些吗？破这些的意思是其实你已经经历过这些，已经不在这里了，你可以立根契机跳开这些，直接以救度众生而不是对治自己的业力习气作为修行的猛力的方法啊，他反正扶着你就不用去揭露他，你在与众生救度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会跑出来，跑出来之后你再对治他就好了。你越跟众生救度越有机会让他跑出来，你这边静静的打坐他十年都跑不出来，你以为你有了十年的功力，哪天吵个架一屁打过江啊，一招就破功，你不如跟众生互动啊，十个小时你的无名火就能够积得起来，再去对峙它就好，这样速度更快效果更猛烈。好，所以呢就去直接跟众生互动，不要去管自己的业力，但是业力存在果报这些东西是根本存在所有有情众生的。啊，不过还有一点就是说因果业报轮回啊不是佛教自己的东西，印度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啊，包括这个佛学学者认为
早期的基督教的经典里面也有因果业报轮回的观念，只是后来被这个罗马君王还是什么哪一个君王把它删掉了，因为这样人就难管了。那你们都哦信天主，不信地上的教会，人就难管，把它删掉。所以，总之呢，因果业报轮回是所有的宗教共同的所理解的根本的知识。那佛学在这个地方超越于这个东西的境界是什么呢？那就是菩萨道嘛。还有世界是大家所划限，不是哪一位主宰神主宰的。各位呢，这点很重要，不是哪一位主宰神主宰的，以至于这个世界呢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成的。啊，这是大乘佛学最重要的这个精神。然后呢，但是因果业报轮回是大乘佛学、原始佛教、印度其他的宗教，甚至西方的宗教，所有的宗教共同接受的观念。因此，娑婆世界的众生，啊，那些地狱恶鬼畜生以及愚昧的人类，就必须跟他讲这些，就是有恶报，啊，杀生报，这样子，邪淫报、妄语报、两舌报、恶口报、无意语报、贪忌报、嗔恼报、邪见报、奸佞报、毁戒报，毁戒就是犯戒啊，嗔恚报、懈怠报、乱意报、愚痴报，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有报应的。你做的行为是结界、持戒还是犯戒，做还是不应做，障碍还是不障碍，得罪还是理罪，是净还是垢，有漏无漏，邪道正道，有为无为，世间涅槃，通通要讲清楚说明白。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些难化之人呢，心如猿猴，一下想这个，一下想那个，一下做好人，一下想做坏人，这样子。所以要有太多的方法治愈其心，乃可调伏。意思就是说，他们很难管，这样子啊，像小孩子一样很难管，像猿猴一样。各位同学，众香国的菩萨呢，吸一口气就乖乖了。啊，娑婆世界的众生就这么麻烦，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行救度众生呢，是更加的辛苦的。而这个地方的菩萨道行者呢，要学习的武功那可多了，就这样子。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一生获得的智慧提升的等级，大过于在其他国土的好几生。好，譬如相马，众生心就像相马，那个笼立不调，这个字就是心字旁加上笼的，所以他们有一个创造性的修，就是以简台加笼，有没有看到？不知道谁发明，真厉害。好，哎，在座有没有中文系的老师？你是中文系的吗？不是，以简台加笼，这样大家知道这字怎么写了吧？就是龙左边竖心旁啊，有打字打不出来啊，打字打不出来，龙力不调，就是很难协调了，要给他们诛处毒乃至彻啊地狱恶鬼的痛苦，他们才会调伏。如是刚强难化众生啊，一切苦切之言，才有办法引导他们遵守正道，不要再为恶作乱，这样。所以这个世界的众生是很难调理的，所以就告诉众香国的众菩萨，娑婆世界的佛是这样在教化众生。他们想啊，好累哦，好难哦，怎么那么麻烦呢？啊。我们休息一下，吃点水果吧。好，我们接着继续讲哈，这个香积佛品。哦，香积佛品很长。好，这个众香国的菩萨问维摩诘居士，那么你们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是怎样教化众生的？
怎么说法？鸠摩罗什就说，娑婆世界的众生有地狱、恶鬼、畜生，还有这个愚昧的凡夫啊，愚昧的人这样子，所以是很难教化的。你必须这个加诸处毒啊，乃至彻骨，然后调伏，这样呢啊，因为他们刚强难化众生，所以一切苦切之言呢，才能够让他们走入正道。所以这些菩萨呢，这些菩萨都天龙国的人，这样，他们闻说是已。啊，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未曾有也。啊，释迦牟尼佛，你境界这么高，你把你这么高的这些境界能力都收敛起来，越派不上用场，啊，都没有施用，引其无量自在之力，难以贫所乐法。这些境界很低的众生，观机斗教。需要的东西，引导他们，才能够让他们呢走向善道正道，度脱众生。施诸菩萨啊，不只是佛陀是如此，这个国土的菩萨，各位同学，佛陀就像指导老师哈，授课老师，而菩萨就像那个上课的助教，小老师，其实意思是就是这个意思啊。像我们在上大班的课程。两三百个学生，老师讲课，助教带讨论、改考卷，所以这些菩萨呢，力能劳谦，就是做，就是耐操耐劳，然后呢又谦虚有礼，无量大悲生是国土啊，在这个国土，在这个地方协助佛做各种的事业，维摩诘就说。此土菩萨现在在讲什么？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行菩萨道的众生，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啊，维摩诘居士就是在教导佛陀弟子那一些过去学了声闻圣的修行方法的众生，应该如何行菩萨道。维摩诘居士现在就说，这个娑婆世界的菩萨道行者，他们是怎么操作的？对诸众生大悲坚固啊，诚如所言。各位同学，人为什么会对别人大悲？做爸爸妈妈的对子女大悲，那是毫无疑问的。啊，子女怎么样，父母感同身受这样。别人家的小孩呢？不一定了，啊，不相干的就可能更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菩萨对没有血缘关系的众生呢，是大悲彻于骨髓啊，大悲坚固。那表示什么？其实那就是就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父母对子女是亲眼所见，但你是我生的这样子。啊，直接的血缘关系，所以我认为我建立那个理论呢是成立的。各位，我刚建立的理论，大家还记得吗？一个众生一定在一个国土，所以有情众生跟这个国土是二。一个国土不是只有一个众生，还有其他所有的众生。所以有情众生跟其他所有的众生呢，因为共国土，所以也是同体。这个同就像父母生子女。要兄弟姐妹，要血缘亲情的同体，啊，菩萨就是从存在的真实感受上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同体，因为他六根更细微，或者怎么样，我们六根很粗糙，只有我生的子女，我感同身受，他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别人的子女就算了，别人就更不用讲，啊，所以。有情众生跟国土同体，国土跟所有众生同体，所以每一个众生跟所有众生同体，所有众生都没有烦恼，这个众生才达到成佛的圆满境界。
菩萨对其他所有众生的痛苦六根细微感同身受，同一个国土，所以啊，大悲坚固，诚如所言，燃其一世，他一生一次啊，这个一次可能是你自己还是六道内轮回的众生的阶段，分段生死的阶段啊，也可能是这个你已经是超三界的菩萨阶段的人间的一世，人间的一世就几十年了，就一定是这几十年。饶益众生，救度众生啊，多于彼国百千劫行。他在一生救度众生所要用的心力，或创造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对于自己的智慧境界能力的提升，多于彼国百千劫行，在别的地方百次千次都比那还多，这样啊。所以我们各位同学，我们每天要还是要忙一点的好，才能比别的有情众生的成长啊，多于彼国百千劫行。所以如果不学习，不与别人互动，成长的等级是很有限的。多与更多人互动，多学习，成长的等级是不可限量的。这个娑婆世界有十种好的方法，其他的美好的国度呢，反而没有。哪十种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样子。啊，布施、净戒、毁戒，布施摄贫穷，持戒、净戒、摄毁尽，忍辱啊，不忍辱就直接发脾气了，嗔恚，精进不精进就处于懈怠的状态，所以人还是忙一点好，这样子。不过有人说那个不要以压力为动力，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人还是忙一点好，因为会成长得快一些。啊，陈文茜说不要以压力是动力。啊，但是呢，人还是忙一点好，多做一些事情，成长的速度会快一些。精进摄懈怠，禅定摄乱意，乱意就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进步。智慧摄愚痴，智慧跟愚痴不过就是分别心不分别心的区别啊，一分别就会执着，一执着呢就停留在那里，就这个愚痴了。除难法度八难者，有八种不易成佛的这个状况，但是有八种除难的方法。大圣度小圣，大圣就是自觉觉人，自度度人，上层佛道下化众生，来度脱那一些觉得生命很苦，生命最重要意义就是解脱自己的痛苦，所以你们什么事情我都不参加啊，我不搅和，我要解脱我的痛苦，我要追求我自己心灵的平静，我不参加任何的学习，我不参加任何的活动，这样子，就是乐小圣者，用大圣法度乐小圣者，以善根济无德者，以四摄成就众生，是为十啊。我觉得这个十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啊，因为四摄就是四了，六度就是六了，这两个加起来就已经十了。但是四摄跟六度有重复的地方啊，有重复的地方嘛，这样。那除难法度八难，那有八啦，有没有？这样，所以这个结构的十，我觉得是简单讲的啦啊。总之，其实关键就是大圣法度乐小圣者。好，就是这个世界娑婆世界的菩萨，有非常多的修行的方法来成就菩萨道行。好，众香国的菩萨就问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菩萨，娑婆世界的菩萨，好，那么，透过哪些修行的方式，就能够在这个世界进行修行，而达到了一个没有执着、没有疮疤的清净的状态，而生于净土。其实生于净土，把它转译为就是净化其土，好，净化其土，这样来理解就好了。怎么样净化他们自己的国土？没有这些多余的愚食罪行啊、肿瘤、疮疣这些东西，他们透过什么方法得到这些呢？要做就是做前面十种特殊的方法，要用哪些方法？有没有觉得答案？各位同学，下面这几段哈、非常好，非常清楚。菩萨就是不断的跟所有的人互动。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以下八个就是最重要的心。如果是儒家呢，仁义礼智四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这样恻隐羞恶慈让是非四端心，这是儒家的。那么菩萨道呢，六度也是，四摄也是。现在再来一个八，可是这个八我觉得他讲得更好。六度是相目，四摄也是相目。这八法是心法，相目再多，心法是一样的。六度是相目，四摄也是相目。但是做这个相目需要什么？具体的心法。这个八条最好的心法，饶益众生不忘报，这句话很清楚了啊，就是目的不是要让人家感谢。代一切众生受诸苦恼。好，各位同学，菩萨如何代一切众生受诸苦恼？How？怎么做呢？如何做呢？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就是代一切众生受诸苦恼。无财就无法财布施，没有智慧就没有办法法布施，没有能力胆小就没有办法无畏布施，就没有办法带一切众生受诸苦恼。好，这是一点。第二点，众生的苦恼不是他的业报吗？菩萨干嘛代受呢？好，那这就是救度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因缘嘛。有些是他的恶报，有些不是啊，有些是别人的恶业。那么坏人要欺负好人呢，不一定是好人有恶报，就坏人要行恶业，那主持正义的儒者都会出来出面，何况是菩萨啊？好，即便是他有恶报，他碰到恶报的时候，他会不会恐怖呢？会不会害怕呢？会。想不想逃避呢？想。想不想求救呢？绝对会。求救，菩萨救了，结缘，告诉他为什么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关键是你在此之前如何的执着，如何的造恶。所以，这个无法承受之重，我帮你承担下来，但是你一定要改过迁善。但是还有一点，我常常想这个问题，那个恶报是跑不了的。现在你怕得要死，怕它压下来，一压下来你就扁，这辈子就结束，下辈子再来。菩萨帮你神通力帮你解决，压不下来。让你这辈子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好好改过向善，学习新的能力，下一辈子又继续学习，下下辈子福报很大，那个报还是会来，我认为。可是呢，那个报来的时候呢，
下下辈子你已经身强体壮，这叫什么？重报轻受。啊，这个什么意思呢？那个重量没有减少，但是你体格壮硕，就好像你这辈子突然要损失一个数量的金钱，你没有办法。你如果损失了，全家饿死，你也得跳楼，菩萨帮你承担下来，然后呢，好，帮你还了，然后你从此不做赌博的，不过赌博的日子，啊，不过奢侈浪费的生活，然后省吃俭用努力工作，但是这辈子还赚不回那些钱，下辈子继续努力工作，赚进财，而且帮助很多人获得进财，而自己得到更多的进财，下下辈子有更多更多的钱，啊，那个报应还是会来，就是你会损失多少金额的钱，可是到了下下辈子，你所拥有的财富，你光捐出去的钱都好几倍，你应该受报无妄损失的钱财，这样明白吗？所以菩萨当时帮你承担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啊，就是那个承担成为一个转捩点，这样子。所以菩萨可以为一切众生受诸苦恼，绝对可以。但是我永远认为那个业报呢，是不会减少，它绝对是公平的，这样宇宙才会平。但是呢，你可以提升能力，那以后远报近受，重报轻受，我觉得意思就在这里，它的功能在这个地方。好，所以这样也让我们非常的安心。这样子，欠钱没关系啊，你不要叫我现在还，你叫现在还呢，我今天明天就没饭吃了，全家要跳楼了啊！你让我晚一点还你，这辈子还不了，下辈子，反正我开始努力赚钱，总有一天我会赚很多钱。我光捐出的钱，捐出去的钱都比我该还的钱很多，更何况该还的钱我一定还。我觉得因果业报这样来处理，以及菩萨带一切众生受诸苦恼啊。那个意义就出现。我这个观念，在我写那个星云大师著八大人觉经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观念写出来。我是这样来讲，才是比较通的。好，所作功德尽以施之啊，什么意思呢？行善是不是会有福报？福报呢，又送给，就这样。所以行善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福报。但是会不会得到更大的福报呢？会，但是呢，不是世间法的福报，不是眼前的你所想得到的利益的福报，而是什么？能力、智慧、境界那些东西，绝对不是世俗的福报，绝对不是眼前世界的世俗的利益的福报。好，等心众生，千相无碍，这点哈。这个我就做不到，就对所有的平等，不会轻视、谦虚、尊重这样子。好，那这是菩萨。各位女士，我刚说这是心法，这每一句话都是可以做的，知道吗？有时候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叫项目。说实在，你还不知道怎么做，你还不知道怎么做，碰到了你都还不知道碰到了。但是这些心法呢，就是一定就是可以操作的。于诸菩萨视之如佛，其实众生都本来是佛了，何况是菩萨？每一个菩萨呢，都有他智慧的内涵，都应该向他学习。视之如佛，向他学习。所谓闻经，闻之不已。这个绝对是这个最对于立根器的能做学问的常常发生的毛病。就当我会了什么以后，我就执着这个东西才是最好的。当我又学到别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不想学习别的东西。它跟我这个东西讲的不一样，我就认为它是不对的。其实呢，是你没有打开你的智慧，啊，在更
高的等级，或者是更不同方向的问题上来理解他的观念的意义。所以通常要非常灵活，因为状况是千变万化。各位同学，状况千变万化。好，中国哲学里面有一套哲学系统，就是讲千变万化。什么？想一下，想一下，有一部书就是讲变化的，《易经》哦，《易经》变化，世界情况不断的变化，所以佛经面对的问题也是不断的变化，不断会有新的问题。所以会有新的佛经，讲新的观念，因为你要面对的问题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那《易经》这本书本身就说，现象一切都在变化，只是它透过一个64卦来说，啊，64套变化，这样，可是64卦384爻在互相乘，互相相乘，那就无穷无尽的变化。好，为什么会有新的经典？就是因为有了新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新的问题呢？很抱歉，永远会有新的问题，永远会有新的问题。好，所以要有新的经典。所谓文经啊，文之而不已啊。为了你们现在还没写论文，等你写完论文以后啊，就麻烦了，知道吗？因为你会了这个东西，你有可能就是否定。但你现在还没有写论文，啊。这些菩萨呢，就是读了经、通了经，就不能够接受别的经典。而这种情况在大乘经典特别需要不断的强调，因为大乘经典本来就是超越了原始佛教的经典的观念的表达方式，做了许多的突破、改进，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很多修行者。反而不能够接受新的大乘的经典，而这种反对新的经典的心态太容易出现，所以大乘经典不断的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强调，不与声闻相违背啊。虽然大乘经典讲了跟声闻不一样的修行方式，但是目的只是要什么？提升修行境界。而不是说你以前的认识是错误的，以前的认识并没有错误，啊，而是要提升修行的境界，这样子。出门就是要搭车，啊，但是呢，汽车不够要搭火车，火车太慢要搭高铁，啊，高铁太慢要搭飞机，这样，飞机太慢要搭火箭，火箭太慢要坐时空旅行，啊。时空旅行呢，时空已经蛮快了啊，那神通更快，神足通更快，所以其实就是，并不是搭车是错的，不用搭车，两条腿走路是最好最健康，所以声闻没有错，永远要有这个观点，它没有错啊，但是有不同的境界，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法门。所以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傲慢。其实你的境界在哪里不知道，但你学哪一个等级的法门呢？有时候是看因缘，啊，而是看因缘。好，不与声闻而相违背，不计比垢，不高己力。作为修行者，你看释迦牟尼佛，这个是不是有人要来供养？对。啊，相继如来呢，维摩诘居士也请化菩萨，其实去礼敬他，对不对？也是一种供养，这样子。所以有修行境界的人呢，修行者会被供养，对他供养多一些，对他供养少一些，不嫉妒别人供养比较多这样子。啊，也不觉得自己被供养比较多的时候呢，自己就比别人厉害，这样子。各位同学，幼稚园的小朋友喜欢谁？
大比小新呢？大比小新境界很高吗？好，你不必嫉妒蜡笔小新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喜爱当然是幼稚园的小不计比共啊，不高己立这样子。总之，个人做个人的休息，也许人家境界真的比我高，那我继续修行就好。所以高下是什么？二分。所以菩萨的心法还是什么？永远是二分呢、啊，永远是般若智的问题，永远要求什么般若法？这些别人被供养比较高，还是自己被供养比较多，还是什么高下的二分之心？所以这处理的是什么心法？而所有的心法呢，归根结底般若法。好，等心众生天下无碍，也是一样啊。不起傲慢心，般若，而于其中调伏其心，就是这八种方式在调心，这样常行己过，不送彼短啊，自己反省自己不如法的地方，而永远不需要去说别人不够地方，所以去说别人不够呢，就是自己境界不够。所以各位同学，越安静的人。境界越高啊，越多话的人呢，境界越不高；越安静的，就是理解越多的东西，接受越多的东西，并且呢，他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都是场合上需要才讲才做的，那都是在利益他人及自己进步。恒以一心求诸功德，是为八法。所以呢，维摩诘居士就说，我们娑婆世界的菩萨。做各种事情有八种心法，这八种心法呢，使我们心静。这个心静呢，就净化了我们的国土。啊，那这八种心法呢，因为天天在接触众生、结缘众生，所以呢，永远都是第一时间就需要的心法。所以我说这八条比前面什么六度、四摄、十法都更加的，反而是具体。因为它就是操作的心法。那六度是相目，你还是在不知道相目怎么做。四摄也是相目，除八难法也是相目，相目有时还不知道怎么做。心法就是告诉你啊，你要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好，十维摩诘文殊师利啊，于大众说是法时。百千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十千菩萨得无生法忍。那维摩诘居士跟这一些从众香国来的菩萨，说明我们娑婆世界的菩萨有十种特别的法门，有八种操作的心法。所以，我们娑婆世界的菩萨呢，啊，这个一生。达到的功德，超过其他的国土的菩萨百千劫，因为这些猛力，因为这个世界的众生、地狱、恶鬼、畜生，还有愚人太多，其实就是人也有什么地狱性格、恶鬼性格、畜生性格、愚人性格，都很难度，所以呢。功效很大，就用这八种心法，这十种方法来作为救度的方法。好，故事还没有完，啊，什么意思呢？维摩诘居士派了化菩婆、化菩萨，就是化身的菩萨，他自己化现，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化身，到了众香国，众香国呢，800万还是900万跟着他来。他们900万，第一要看维摩诘菩萨居士，他们已经知道维摩诘是菩萨，不然他怎么能够化菩萨？啊，只是维摩诘居士在阿摩罗国的大城小巷、大街小巷各个场所晃来晃去的时候，当地人认为他是一位老人家而已。
但是维摩诘就是其实是菩萨，菩萨一定知道菩萨是菩萨。好，900万菩萨来维摩诘居士，900万菩萨还想怎么样呢？见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所以接下来就是菩萨的行品，由释迦牟尼佛来讲这个世界的修行的方法。是时佛说法于阿罗树言，忽然地方其地忽然广播言事，一切众会皆作金色。佛陀在说法的地方本来无甚奇特，突然之间呢，这个土地呀，变得美好起来，漂亮起来，庄严起来，很多东西都质量突然变得非常的好。然后呢，所有在听佛陀说法的有情众生呢，全身化作金光，每一个人呢都显现了瑞相，这样子。阿难白佛也，各位同学，我就突然发现有趣的事情佛陀叫很多人，包括叫阿难去看维摩诘居士，没有，没有人敢去，对不对？后来文殊师利说："好吧，我去。"是不是一堆人跟着去了？阿难有没有去？阿难就整天守在佛陀的身边，这样子。那个各位同学，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整天围绕在指导教授身边的学生呢，才是最聪明的，因为他会知道，跟自己指导教授才是学的最多的。阿难知道，在佛陀的身边才是学的最多的。好，你算是开玩笑了。总之，阿难没跟着去嘛，阿难在这个地方嘛，还在佛陀的身边嘛，阿难没有跟着去凑热闹。舍利弗、大迦叶这些都跟着去凑热闹。阿难跟佛说："哎呦，世尊，佛陀弟子都喊他世尊，众香国的菩萨也喊他世尊。维摩诘居士的化身菩萨到了众香国，看到香积如来也喊他世尊，这样明白吗？他是最尊贵的、最高级的存。"到底什么原因有这样的瑞应呢？这个地方怎么会变得这么好呢？整个国土变美丽起来。这个四处忽然广播言事，这个所有的东西变得这么好，所有的人都全身发金光这样的。佛就跟阿难说，反正他们都有神通，都当下就知道了。是维摩诘文殊师利汉。诸大公、诸大众、诸大众就一堆菩萨这个已经不知道多少了，已经超过900万了。恭敬围绕，发意欲来，他们要来，所以感应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为此瑞应这样子所以要瑞这个字是蛮好的一个字。于是维摩诘就跟文殊师利说："好了。"时候差不多了，佛陀已经知道了，我们可以一起去见佛陀了。各位同学，维摩诘经一开始本来就是佛陀在讲经。维摩诘经呢，介绍了维摩诘居士的事迹。维摩诘经呢，就是从的故事，就是从维摩诘居士在他自己的屋子里头示寂，然后发一个念头，让佛陀知道。让佛陀呢，请人家来看他，这样子，然后呢，有话要说，然后从弟子品跟菩萨品到文殊师利品，就前面的这个过程，一堆人到维摩诘居士那里，然后又把这个众香国一堆菩萨请下来，然后呢，两堆人合在一起，怎么样？又跑来见佛陀了，一开始本来就是佛陀在说。后来呢，维摩诘居士在他房间里头生病，然后很多人跑去看他，然后众香国又很不是人菩萨，不过菩萨也是人，也是菩萨，就很多众生就到了维摩诘居士这里。现在呢，两批众生又到了佛陀的这个地方。好，于是维摩诘与文殊师利可共见佛，与诸菩萨礼事供养。文殊师利言："善哉。"
好，行以经证事实，这样子，就好像这个小时候看那个西部电影，Come on, let's go 这样子啊。维摩诘即以神力，这一品，所以我说这个香积佛品哈，这个啊还有菩萨行品，就充满了宇宙论的东西啊，充满了宇宙论的东西，用神通持诸大众并狮子座至于右掌，各位同学。维摩诘居士跟文殊师利菩萨，跟这个几百万、上千万的菩萨，跟种种天人众生，怎么样，都在维摩诘居士的房间里头。手这样一抓，就这样，手一抓，啊，持诸大众，包括他们的座，置于右掌，往诣佛所。这样，前面不是就有一篇已经讲过吗？就是把一个国土的整个众生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国土里面的众生没有感觉，这已经被搬走了，就这样。啊，这次也是这样。至于右掌，往诣佛所，道已着地，稽首佛足，右绕七匝，一心合掌，再一面力。好，各位同学，谁再一面力呀？维摩诘居士啊，所以礼貌还是蛮重要的。好，礼貌还是蛮重要。你会发现，这小小的故事里面，因为它是这神通啊，我想稍微把它拉到凡间一下，但是蛮人类的语言呢、啊。维摩诘居士多么厉害的神通，一个手掌就把这么多的众生带到佛陀的座前，他自己是稽首佛足。啊，就是头扣到地上才会碰到他的足嘛，啊，就是这个叩头，然后非常大的礼，啊，绕了七圈这样表示恭敬，然后在一边站。好，维摩诘居士这么有礼貌啊，然后呢，其诸菩萨本来是怎么样，坐在狮子座里面，因为他们到了维摩诘居士。有一个人，有一位小朋友叫舍利弗，哎，啊，有地方坐吗？没有，就化作那个狮子座，大家都坐。后来众香国有900万菩萨了，又是狮子座，大家都坐在椅子上。啊，一开始那个椅子怎么样？很高，有没有？可是菩萨呢，咻一下，身体就那么大，这样。然后呢，普通的弟子就坐不上去了。啊，文慧杰说，你跟谁啊？哪一个佛？顶礼，你就可以做了，就顶了一下。其实维摩诘就有神通力，让他们就可以坐上去。这些都告诉我们，空间跟大小是幻化的，是相对的啊。但是呢，你要有那个神通啊。如果没有那个神通，就受限于这些时空。好，那么大的椅子，那么庄严的椅子，大家坐在上面，因为是维摩诘居士在说法，菩萨们有位置坐。现在怎么样？见佛了啊！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众香国的菩萨在众香国香积佛在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众香国的菩萨到了维摩诘居士的那个空间，维摩诘居士给他们狮子座，有没有？现在维摩诘居士的房间里面，所有有狮子座的菩萨们到了佛陀的面前。我们看这句话，即皆必作。好，其诸菩萨即皆必作。各位，必作什么意思啊？赶快站起来，叫稽首佛足，亦绕七匝。同样的，站在旁边，于一面立。本来在维摩诘居士的房间里面啊，他们是这个大菩萨，有位置坐。到了佛陀面前，所有人都站起来。这就是一个恭敬这样子。诸大弟子示范四天王等，亦皆必作。这就不用讲，因为其实这些天王天神，他的等级是比菩萨的等级要低一些啊。稽首佛足，又是在一站。于是世尊如法慰问诸菩萨：咦，欢迎你们来啊！谢谢你们来看我。大家请坐，没有关系，不要客气。各令复坐，
集结受教这样子。然后呢，故事还没有开始啊，然后就要开始讲重要的这个观念啦。这是菩萨行品因啊，这个菩萨行品呢，这个就是由佛，由释迦牟尼佛，然后来讲这个大家问他的问题。好，看大家听得十分的入神哦。这品真的非常有意思，所以找到人讲故事很有趣的。但是已经10点了，好，我们下星期见喽。